不好意思，长官，面试迟到了。为什么迟到？刚刚在那相亲呢，就耽误了一会儿。相成功了吗？成功了三分之二。嗯，三分之二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媒婆同意了，我同意了，女方没同意。你以前做过什么工作？网络主播。姓名？麦斯李虎。自我介绍一下。我那压声第一人，冲击你们的灵魂。你有什么才艺吗？表演一段。一人，我心酒醉，醉把佳人成双对，两眼是独相随，只求他日能双归。你对我们公司有什么要求吗？哦，你有没有钱？等下你借我点钱，让我打车回家就行。我哪来的钱？我也是在这上班的。算了算了，我不面试了。奇了怪了，我不上班没有钱，你上班也没有钱，那这到底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？难道你们公司有中间商赚差价呀？